这个时候打平了。这是互相心心一边，哎，这是无球之间互相双方犯规。嗯，冷静一下，裁判示意双方冷静一下。不过这个时候用张继的犯规去换对方外援的犯规，嗯，从这个角度上也是值得的，比较值得。对，哎呦，这场比赛真的争议不断，今天这场比赛很惨烈啊！麦迪都坐到技术台上去了，裁判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这接下来。今天对裁判也是一种考验。该位这边也不干了，对。还是一样慵懒的表情。嗯，幸亏今年这些广告板比较厚实，你要换了。哎呦，不吹吗？嗯，这球不，我觉得这会儿可能裁判也有点懵。这会儿裁判不管梦龙不管装没装，但是确实有一个，确实有动作，对，对吧？现在总经理把盖瑞也是劝到旁边。张继，对，不管张继这球有没有，张继倒地啊？对，有没有表演的这种因素？但是确实是有动作。嗯，完了，两个人这劲儿算是叫上了。嗯，张继要注意了，注意他的突然启动，俩人脸贴着脸。这球就什么都没吹，这球是吧？对，比赛继续。对。哎，裁判呢？裁判也有点懵，有点懵了，现在确实有点懵，确实有点懵。摄像机是坚决的给着这两个人啊，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后面的情况。哟。盖瑞的手势，嗯，什么意思？冷静，对，一定要冷静。好，罚球时间，请现场的球迷朋友坐下，安静，谢谢。你要站人啊，一定要冷静。你不站人的话，他第二个罚不进，那不就抢了吗？队员也在看着教练组，究竟这个比赛现在什么意思？对，后面这几分两分钟什么意思？如果看录像的话，刚才张继倒地的那个爆发点是从那儿，嗯，对，就是从那。但是那个爆发点确实是手部有动作，嗯，当然吹这个张继膝部有动作那个呢也可以，嗯，对吧？但是爆发点是从那儿爆发的，一个吹了，一个没吹。其实今天这比赛好几次了，裁判这个模棱两可的判罚已经憋了好几次火了。对，实际这很简单，你要吹你就全吹，对，要是不吹你就不吹。对，你没有必要这个，因为每一次的响哨是两次罚篮。嗯，
现在又重新回到比赛状态当中，这样天津队落后两分。天津队的这次进攻，哎，同样送上罚球线。这个球麦迪就是非常有经验了，如果打就狠点打，能最好能把手打麻了。好了，好的，反击，关键时刻，这会儿的罚球也很重要，这会儿的罚球，看看小鸡的第二次罚篮，现在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考验。好的，两罚两中。注意手部动作，裁判现在找得很厉害。一分多钟，走步了吧？哎，现在轮到张指导这边也不满了，也不满了。裁判有点，这球什么都吹，好像24秒。对，里外不是人了。这回主动权在天津队的手里，看看这个球，如果能够，这球没有问题，这是生爆下来的，对对，所以吹他们一个24秒。如果这球能够打进的话，那主动权叫易主。哎呦，篮板球被青岛队拿到，还是要防啊。麦迪拿球更得防了。不往头，不往头，保护。哎，这球是又有倒地。吹的是谁？哎，还是张继跟丹尼尔斯是纠缠在一起。又是双方犯规。好，我们再重新回到比赛场上，现在最后的这一分十几秒的时间也是极为富有戏剧性的时刻。球权现在是在青岛队的手里，对，但是青岛队这次进攻也应该底线球吗？不到24秒，10秒钟，内线要注意内线。哎呦我的天，哦，麦迪把球扔了。这球没有问题，对，绝对是推人。但是麦迪把球扔了，看看裁判怎么判罚。丹尼尔斯推人，麦迪的一个扔球，确实张继这个球是死死的缠住这个丹尼尔斯，没有任何的过分的动作，双臂是张开的。好的，一个踢。好的，一罚命中，主动权终于易主。别打到内线，不许让他们打到内线，别犯规，别犯规，别犯规。怎么了？这是徐磊吗？这是在无球的状况下。还是跟丹尼尔斯，今天看来，哎，这球，这球怎么犯什么规啊？对啊，张继、徐磊都是在丹尼尔斯这边，这球真是一点动作都没有啊。从刚才这个青岛电视窗给我们放的这个慢放动作来看，真是徐磊张开手臂，只是身体有一个接触，没有任何的动作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。现在还有没有暂停吗？
实际刚才的那个球发出来，这个暂停用到现在是最合适的。如果发篮的话，马上就要暂停，前场发球，四点多秒还能打一个。看一看青岛队的罚球，第一罚罚中了，丹尼尔斯。丹尼尔斯也四十分了，篮板球，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什么了。还有暂停吗？还有，天队的这次进攻，4.8秒，速度要快。哎，到篮下有机会。哦，被丹尼尔斯防住了，这球是被丹尼尔斯防下来了。但是这是战术进攻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对，其实打到现在，双方表现已经都非常非常的好了。虽然天津队没有能够赢下，但是能够把比赛坚持到这个份儿上，也已经令人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了。对。